这条街上有好多关于猫头鹰的标志哦，猫头鹰动物园哎，哇，它是真的猫头鹰哎，嗨，但是它现在是不是在休息？它眼睛是闭着的，那我们进去看看吧。失礼します。哇。也太大了吧，他现在应该是很热，所以工作人员呢给他安排了一个巨大的风扇，然后边加水边降温，然后他呢可能也比较好奇那个东西是什么，就一直在盯着那个看。不过你好可爱，你眼睛好大哦。你看他的眼神在警告我了，猫头鹰真的很神奇，它的脑袋可以转360度。カラフトフクロウのモンちゃん。モンちゃん。はい。哦，可愛い。とても幸せのようなしていますね。哦。哦，とても綺麗。跟其他的猫头鹰咖啡馆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吗？そうですね。他のフクロウカフェさんだと。例えば時間制限30分以内で、終わりとかあるんですけど、私たちのところは時間無制限で、そして他のフクロウさんのところだと、フクロウカフェさんだと、触り方とか触れ合い方というのはだいぶ制限が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ど、私たちのフクロウの森というのは自由にこうやって触っていただいて大丈夫です。可愛いね。后脑勺的毛都竖起来了，整个脑袋上的毛都是竖着的，然后在瞪你吧。从这个牌子上面看到说，通常的猫头鹰大概是这么大，但是它的个头是这么大。刚工作人员说可以有一只猫头鹰站在我的胳膊上，我们要赶快去一下。哇，他现在就对我充满防备，然后就看着我，从进来开始看着我。那第二啊，嗨，嗨，在这里，我就。お願いお願い。哦，好神奇，它好乖。我现在是不是很像哈利波特？不过它在我身边，我很紧张。现在我们的背景就是一个魔法学院，所以这边就有一个服务，就是可以让猫头鹰站在你的手上，在魔法学院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甚至还可以租他们魔法学院的衣服穿上去，然后跟猫头鹰合张照。那他现在在看我们在对视，好紧张。不过我觉得我好幸福，我觉得他能看到我很幸福，他站在我手上我也好开心。哦，哎，猫头鹰呢？他听得懂主人跟他说，麻烦你上来，让你辛苦了。然后还会听得懂主人说，好啦，让你辛苦了，那你下去吧。他能听得懂才会进行这样的动作，真的。好赞哦，好赞。